大家好，我是天狼，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个月子上的常见的虫害。是什么虫呢？叫蚜虫，有的地方叫蜜虫，有的地方叫腻虫，其实都是一个东西。它是只要在月季发芽的时候它就开始发生，只是说你有没有这个运气碰到它。所以说我们当月季发芽了啊，十天八天呢，回来看看叶子的嫩尖上，主要在顶端了，有没有这些小虫子？有的可能是绿色的、红色的，或者是灰的，都有可能。它的颜色也是多变的。那当发现这个虫子，大家也不用担心，这个虫子是特别好治的。首先，如果你想用农药去治，长得比较多的时候，那就直接这个蜱虫灵就艾美乐一包，兑水15升，喷完就炸掉了。另外呢，特别少的话，你可以用手捏一捏，也就解决了。如果比较嫌烦呢，又比较少又比较小呢，我们这个橙皮精油喷一喷，还能补充肥，然后把蚜虫的气孔包裹住，慢慢的也就变成虫子干了。这样我们蚜虫就轻松搞定了。春天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虫害，希望大家能够引起重视。我是天狼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来说月季。